就准备开始哦。我们从前两天呢、第一天呢比较台湾道教跟地方社会的整体的讨论哦，到昨天美中在道坛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主题演讲的讲者是张洵老师哦。我们先热烈掌声欢迎张洵老师。所以我们今天的整体研究还有范建杰老师哦，今天是比较从地方信仰的角度来看关照整个台湾道教的情况。那张老师今天的题目是从马祖信仰看道教与地方信仰。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单独开座，我们再热烈掌声欢迎张洵老师。教授，还有方贵教授，我可以脱掉口罩。还有，我要感谢这个威远坛哈，今天连续三天的这个道教跟地方社会的这个论坛。那今天很光荣的可以来做第三场的这个主题演讲。其实我对道教的研究不是那么专精，但是因为长期关注这个妈祖信仰，或许可以跟道教有些微的关系，所以我就斗胆的来报告我的一些发现。那一般来说呢，如果要讲这个道教与地方社会啊，最容易开题的就是说地方社会的这个族群发展史，或者是家族发展史，或者是经济发展史，那么宗教就会在其中扮演一些角色，譬如说整合这个族群啊，不同的族群，漳州客家的族群本来是会械斗，那么宗教做了一个整合的功能，或者是说家族发展当中呢，家族怎么跟其他的家族整合来做地方的开发，宗教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或者说经济发展，从这个什么水路，然后转为陆路等等的这个发展过程，那道教也会跟地方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那样的一个切入点是最好。那我早期呢是做大甲的这个乡镇，还有大甲镇南宫旁边周围的53庄，用那个来做个案的话，当然就很切题。可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还用我20-30年前的这个调查资料，对我自己也说不过去，然后也对各位说不过去哈，用这个老资料。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啊，其实是比较从我最近的这个兴趣出发哈，那还是会把道教放在这个地方信仰来看，所以我就不是跟地方社会，而是跟地方的信仰。那地方信仰我们知道主要是民间信仰，因为民间信仰不一定等于道教，民间信仰它是一个杂糅的信仰哈，它有儒释道三教，甚至有时候有巫教，譬如说在闽粤地区的巫跟在台湾地区的巫又不太一样，台湾地区的巫原住民的加入很多哈，所以我今天这样来设定我的主题呢，就是看看道教跟我们台湾民间的一般的社区里的公庙地方信仰的关系哈，所以又限缩了，而不是整个地方社会哈。好，那我们看看妈祖庙，在一般的地方社区来说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今天讲的都是以台湾为主哈，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有官方的天后庙，譬如说台南大天后宫是清代的，那么到今天呢，彰化天后宫也可以还算是官方的，因为呢彰化市政府在管理。那除了官方的天后宫呢，另外还有地方社区妈祖庙，就是这种社区公庙，这个大概是最多的，因为妈祖会起一个整合作用。所以通常它会是比较社区性的，那最有名的当然像大甲镇南宫、北港朝天宫，还有等等哈。另外有一种妈祖庙是有驻庙道士的，像我们朱道长所在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慈圣宫这一类的。
前面两类官方天后宫跟这个地方社区的妈祖庙不一定有住庙道场，所以我就稍微分了一下。那还有为数很多的就是神坛，哦，私人的宫庙甚至私人的神坛也会以妈祖为主神，所以大概我们地方信仰可以如果从妈祖女神切入的话有这么多的形态，哦，好，然后再看看在妈祖庙里面的最一般的台湾可以见到的这个年度仪式，哦，大概从农历的正月开始家鬼排戏，哦，三月然后这个妈祖圣诞三月佛诞盂兰盆到九月十月，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从祭典来看就可以已经透露出来妈祖信仰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都会混杂在里面。你看三月是妈祖圣诞，四月是佛诞，啊，七月有的妈祖庙会称它为盂兰盆会，请的是佛教的僧侣来主持仪式，有的妈祖庙会请道士来做中原普渡，啊，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道教怎么切入。那九月妈祖飞升，十月又称为下元，啊，下元也是道教的做法。好，那一般妈祖庙一年的形式里面呢，其实它最重要的仪式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尤其在台湾来说，分香进香这个是每个妈祖庙几乎都会做的哈，哦，很少有说单独不跟人家来往、不跟其他庙宇来往的这个妈祖庙，有一些王爷庙或许会哈，哦，妈祖庙几乎不会。那主要是牵涉到妈祖信仰里面很喜欢好了，很重视这个分香跟进香。好，那有一种回去这个子庙分了香以后的子庙呢，他要回去他来自的那个原庙或者是母庙或者是主庙做这个进香的动作，所以呢有的很传统的称为说业主，他去主庙做业主的这个仪式，有的呢他就纯粹说他只是回去进香，那看那个关系的远近或者是深浅不同。好，所以从这个业主这个主字各位也已经有意识到了，为什么说业主，为什么说主庙，为什么说母庙子庙，这背后已经隐藏了儒家的一套伦理观念。在我们人的社会里面，我们有这个祖传父传子，他们把这个就是信徒把这种在人世间的这个儒家的宗族的这个伦理也用到妈祖信仰这个庙宇跟庙宇之间的关系，所以会有这个母庙子庙的关系，哦，然后也甚至会有认祖归宗，甚至还会踏伐忘记认祖归宗的人的庙呢，说是数典忘祖，这个我都不讲是什么庙哈，你的在听众里面如果有来自那两个庙的呢，情绪会不波动。好，那正统妈祖庙，我们再看，这个洛门那边的两个庙，醒宫里跟这个什么，醒宫里跟土城子。两个庙他们还会称正统路人们，所以正统这两个字甚至已经超越家族用的词汇，哦，正统已经是牵涉到比较这个皇族啊皇家呀国家的用词了，哦，而表示自己的这个世系是正统，所以已经有了这个国家的权力进来才会用正统这两个字，哦，所以一般来说这个要认祖归宗啦，要承认你是正统不正统啦，你是这个邪门外道啦，你是这个嫡庶，就嫡长子的嫡，或者是庶出的，哦，这种都已经是儒家的这个伦理在背后运作，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祖信仰里面儒家伦理的成分很重。好，那再看看这个跟儒家的关系还继续有哈，我们从这个妈祖的传记，
妈祖从宋朝发迹以来，当然他在生前是展现了他的孝的精神，哦，因为他救父亲、救兄长于这个海难里面，哦，这个是他孝的表达。那中呢，妈祖去世以后，成神以后，宋元明清这么多代、这么多年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历朝历代的皇帝赐封他，从这个夫人，从福夫人，然后到圣妃，到天妃，到天后，都是因为他对国家的这个社稷有功劳哈。比如说宋朝的时候，抵挡这个北方南下的金兵少数民族的金；元朝的时候，帮助这个大运河，把南部的米粮运到北部去，华北；那明朝的时候，这个驻郑和到西洋，就是现在的东南亚七次，啊，清朝的时候帮助这个姚启胜啊等等，克服台湾，所以这个是他忠的这个表现。另外，我们去北港朝天宫，他一直强调说，我朝天宫之所以能够在台湾有这么中心位置，一个妈祖信仰的中心位置，因为我有圣父母殿。那大甲之前呢是没有圣父母殿，所以他们说去北港进香呢，不只是拜北港的妈祖，还要拜北港妈祖殿后面的圣父母殿，也就是说还要对李默良的父母表达这个回来谒祖，这个祖制的启示很多了，哦。后来镇南宫为了不去朝天宫，他也在镇南宫本身呢也建了圣父母殿，所以就知道圣父母殿对妈祖信仰来说是重要的，展现这个妈祖是很尊敬父母的。那当然那个妈祖的父母也因为他被封以后也都有被皇帝封，姬庆夫人、姬庆侯这样子。好，另外看咸良港，咸良港他一直这几年在跟湄洲岛的那个湄洲主庙做一个不相上下的一个竞争。咸良港的本钱是什么？就是他有林氏祖祠，就是林默良家族世系的这个祖祠在那边，所以咸良港认为说这个才是林默良出生的地方，而不是湄洲岛。所以这个林默良出生在哪个位置？在咸良港。咸良港是在陆地上，湄洲岛是在外海上面的地方。一直的竞争就是咸良港他认为这个林氏祖祠就是在咸良港，好，那我们再看看当代我们随便拿一个我比较手头上最方便的资料，就是镇南宫的他的诵经团呢，一年十二个月份里面所诵的经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点模糊圣母经当然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的那再来呢金刚经，那这是佛教，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是佛教，北斗经是道教，再来北斗经，所以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的经典都有，在他们的年度诵经团诵经就是一定要练习的，也会展演出来的儒释道三教的经典都有。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妈祖信仰里面跟道教的这个关系在天妃显圣录，一般我们以天妃显圣录为一个集大成的对于妈祖传记的一个综合这本书是在清朝的初年才完成这个编辑，那等于是把这个宋元明清历代历朝以来这个文人笔记啊、地方传记等等都结合起来的一个版本就是天妃显圣录。根据这一本天妃显圣录来看的话，妈祖的母亲呢王氏，她是先做梦，观音给她一朵青莲花然后才怀孕才受孕妈祖。另外呢，妈祖五岁的时候可以背诵这个观音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还有有的
信徒呢，或者是有的笔记小说等等写着妈祖是观音的一个化身，有的是说妈祖是观音的信徒，有的说妈祖是观音的徒弟，都有哈，这样的说法都有。另外在很多的闽南甚至是广东香港的这个妈祖庙里面呢，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啊，更何况是那个历史就是地方志的记载，都是妈祖庙里面有僧尼住庙啊。我自己在1980年代开始去做镇南宫的时候，还有那个老尼姑住在里面，常年的好几位啊。那到现在当然就看不到，因为后来镇南宫就让这个俗人来管事，那僧尼老去以后他们就不再管了。北港朝天宫也一样，北港朝天宫我1980年代跟着镇南宫的进香团去到北港挂会的时候，主持挂会仪式的是燃庙法师。那北港朝天宫的这个历代的主持啊，他跟竹溪寺是同一个佛教的法师，也就是高僧，这位置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僧尼的住庙，那我们在福建的调查也一样，很多的妈祖庙在明清的时候都是僧尼住庙，那到了当代呢，看不到僧尼住庙，可是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就是什么妈祖庙旁边会有一个什么寺，福慧寺也好啦，什么名字都可以，就是有寺，有僧尼在里面，所以这是可以支援的。好，另外从天上圣母经的内容啊，等一下我们会有几个页面哈，会看到天上圣母经的内容呢，会看到大量的截取或者是仿效模仿佛经的做法，还有词句那些用词。这个和尚分享我指的就是朝天宫所主持的这个分香，这个看丢啦哈，这个仪式。另外很多妈祖庙，它七月的普渡，或者它甚至会做水陆法会，是佛教的水陆法会。好，所以这是跟佛教方面的关系很长久、很深入啊。可是呢，跟道教也有关系哈。我们说这个妈祖信仰，它就是充分的展现儒释道三教的一个融合。在建教方面，不管哪个庙我目前为止看到，不管哪个庙，只要说建教，那绝对是道士来主持的。那个教不管是一年一次的多年一次的一年两次的都是由道士来主持，所以建教绝对是道士来主持。那镇南宫我亲自做的一个填调是1988年的庆城教，另外我得到那个朱道长同意，2018年我跟这个蒋富珍也去了这个慈圣宫，我们有这个看七月的这个普渡的教啊。然后2018年我在湄洲祖庙有录了一些那个祈安教，都是由道士来主持啊，人数不等。好，可是我们看看这个庙宇的经营方面啊。一般来说妈祖庙，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社区庙、地方庙，所以它通常是地方士绅来管理，那会选这个炉主头家。那在日本时代被日本政府所要求，或者是光复以后地方那个国民政府的要求，甚至到今天的要求呢，他们会分阶段不同的年代成立这个管理委员会也好啦，或者现在这个你的经费够的话成立财团法人。那有的是采双轨制，也就是炉主头家仍然维持，那行政方面呢让这个管理委员会或者这个财团法人董监事来做，有的就炉主头家就取消了。也就是说祭祀跟行政是两条轨道，祭祀的话由炉主头家来做，每年保楼住保桃黑然后去收丁头钱。可是行政方面呢，他让这个因为要接受政府的这个登记嘛，彰化市政府也好，台中市政府政府的规定呢，他会有行政这个系统，
这个轨道管理委员会，所以有的庙有两双轨制，有的庙是单轨制。那除了这个是最基本的哈，另外有一些庙他们就会请住庙和尚，如果刚刚说的1980年代的大甲或者是北港，还有现在我们看到慈圣宫的哈住庙的道士。下面这两种庙当然是不容易，比较不容易，因为你要有一个专业的僧侣或者是道士住庙，是一个比较强的宗教认同，而且是一个比较强的在仪式上面的归属。那一般的妈祖庙，因为他们的那个管理阶层士绅地方士绅，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如果没有住庙的僧侣或者道士，他们比较自由弹性，讲好听一点自由弹性、哦、所以有住庙僧侣住庙道士的庙比较不多，比较不容易，比较有这个宗教上的这个devotion， 就是这个展现啊齁、哦、诚意这样子。好，我们放几张照片这个轻松一下。2018年的这个咸阳港的妈祖圣诞，你看主祭者，看看主祭者，我主要是照片目的是放主祭者，没有僧侣也没有道士，没有僧侣没有道士，这个重要的3月或者9月的祭典，没有僧侣没有道士，就是他们前面穿红色这位是林志地先生，就是他们的这个董事长，那后面呢董监事一排一排的、哦、然后到后面有信徒，所以没有僧侣也没有道士。镇南宫的话也可以看到没有僧侣没有道士、哦、所以主持进香就是说年度里面最重要的进香仪式、哦、我们刚刚说1月到10月都有年度的仪式，7月普渡他或许会请僧侣道士，10月或许会，但是最经费最大的收入最大的这种进香仪式，它是由这个董监事或者是主任委员来做、哦、有的庙是主任委员，那诵经团的话当然更是熟人、哦、就是诵经的妇女们。好，所以看仪式主持者来说呢，进香的话还有妈祖圣诞妈祖升天都是士绅来主导或者主持，那么只有7月的盂兰盆或者是有时候称为中云普渡，如果是道士住庙的话，那或者建教那绝对是请道士主持。好，所以我们来看道士跟地方妈祖庙的关系。左边呢是一般的庙宇，他不定年度的建教的话、哦、我们说绝对是请道士，7月普渡也是，还有一些不定时间的一些三线礼，就是比较有一些信徒比较隆重，他们自己做三线礼，他也会请道士来帮忙做哈、哦。那右边的话，住庙道士，那当然他能够帮这个庙做的仪式就有很多啦哈、哦，这盖啦、修殿、建教、中原三线啊、哦，这些都可以由道士来主持来做。所以这是2018年在湄洲主庙看到，因为有一个进香团，他是从福建过海来到湄洲主庙，所以他们加港务了哈，他们也就请了这个泉州那边的道士一起过来，就是搭那个快艇过来，然后所以我可以看到有道士主持的这个三线礼，就只有2-3个钟头，一个早上三线礼，因为那个进香团他比较慎重、哦、比较庄重的来举行这个仪式。那可以看到这个穿红色衣服的都是这个福建过来的、哦、所以偶尔会看到这种三线礼、哦、那这个当然是可以要放大嘛、哦、他们也虽然是2-3个钟头一个早上，马西加港夫这个该有的都有哈、哦，他也会这个把这个访文呐、啊、哈、哦，把这个道坛的名字啊等等等等都有写出来。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道士跟地方信仰的关系哈，这个是2018年慈圣宫的普渡，嗯，我们在这个看的这个，嗯，主要的这个神奇啊，有地藏菩萨、妈祖，还有观音大士哈。另外在这个书文方面呢，主要是以太乙救苦天尊，啊，那是主导者。那要念的呢有这个普渡施食玄科，另外有普渡的这个左坛右坛的玄科哈，所以这个我没有深入，我只是做一个示范，好，就是如果由道士住庙的妈祖庙可以比较这个专业的来做这些仪式。好，那这个是比较当代的，我们在田野上可以看到的。如果我们往历史文献走的话，哦，我们可以看到妈祖信仰跟三教的关系，哦，在妈祖的这个传记来看呢，我们知道从宋朝开始呢，有等等的这些民间的笔记、文人的笔记，哦，甚至是洪迈的这个《夷坚志》都有记载。说妈祖是中巫，那也会记零零碎碎的在不同的这个文本上面的出现，说她是梅州的银饰女啦，她的生辰逐年啦，然后她的父兄还有她的家系等等，慢慢在明初的时候大概就成熟比较定型关于妈祖的这个传记，她是什么人，她在哪里出生，她的祖先什么时候，唐朝从这个中原下来福建等等，这样子就比较固定下来哈，哦。那我们再看看这本，后来编入这个明朝正统道藏的这本经典呢，妈祖的经典，这个是跟道教跟就是科仪道教跟经典道教跟这个妈祖信仰关系最密切的展现哈，哦，是可以从这边看到。入了这个正统道藏里面收集进去，是这部经典派上了就是说通惠就古的经，哦，这部经呢如果根据这个学者学界的考证的话，大约是就是明初明成祖永乐7到10年之间，哦，朝廷的道士，明朝在南京的朝廷的道士所造的，哦，那可能这个也是学界的推估，是永乐皇帝为了郑和出使南洋，那在金陵就是当时的南京所建造的一个天妃宫，为了在天妃宫由皇帝来举行这个朝廷的天妃的祭典而造的这部经典哈。那看看这个时间点哈，相当的晚了，已经是到了明永乐皇帝。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地方的笔记从12多少年就已经出现了，时间是比较晚的，晚于这个民间的传说，也晚于有几部这个佛教编的这个天妃经都比较晚，道藏这部经典是比较晚的。好，那 这部经典很短，就几个页面，1、2、3、4，下面再3页就是7面，就这样子，可是很完整。这部经典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很完整，把这个妈祖的原初啊 origin， 它是这个太上老君让这个北斗七星旁的一个福斗下凡，称为这个空贤圣母，因为有什么样人间的苦难，请这个空贤圣女来救助，那么回去以后等等的，那后面呢还会有这个灵符，所以是很完整的一部经典。但是我们看看这部经典跟其他三教的关系啦，我们先看看刚刚提到的，在1156年妈祖出生是
九六七到九八七，大概20多岁，那个宋太祖雍熙元年到28、29岁，所以他去世，在1560年就得到那个宋朝皇帝包公啦，我今天没有带这个仔细的这个朝代的，1560年的时候，妈祖就被宋朝的皇帝封为夫人，到了元朝的时候封圣妃，到了明朝1409年封天妃，那到清朝是封天后，只是相对过来哈，左边是历朝的这个封赐封，右边是我们看看道教对妈祖的注意，在宋朝元朝都还不注意他，还不注意到妈祖，到了明朝1409年，就是我们刚说永乐皇帝的时候，就出现这部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啊，那到了清代也没有在道藏后续没有哈，然后到民国呢，其实出现很多这种天后元君真经或者是等等的，比较是偏伏击系统出来的哦，所以民国以后反而很多。等一下我们会有资料显示，大概有30几部民国以后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部那个在正统道藏里面这部1409到1412年退步的，因为确的时间学界没办法推出来哈，就是这部。那我自己是把这个永乐皇帝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这个需求，在金陵在南京建造这个天妃宫，要举行朝廷的这个天妃祭典教仪，而造的这部朝廷道士协助之下造的这部天妃经呢，我把它拿来跟这个朝廷皇朝制度来做一个时间的对比之后，我自己的一个大胆的一个假设是说，这个其实更正好展现了中国帝制中国它跟道教之间双方的合作，从皇朝这边来说呢是阳的，这个阴阳不是天跟地之差了，阴阳是阳面的话由朝廷来执行，由朝廷来颁布天妃经天妃庙，每个这个县治所在盖的这个庙宇哈，有没有道士住持等等，这个是阳的这一面，就是 political 政治的这一面哈，用现代的社会科学的语词来说，在政治的这一面呢是由朝廷来执行妈祖庙的治理，那么在宗教的那一面，我用传统的语词就是阴面，阴阳阴，在阴面呢由道教来协助，所以用我们现在当代的这个社会科学的语词来说，就是政治面是朝廷在管理法律啊哈，行政制度啊，取缔啊，你是不是淫词，你是不是邪神，朝廷来处理，但是在阴面呢就是宗教道教来处理，那我用一阴阳是展现了这个中国哲学智慧啦，阴阳的配合呢一般的信徒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啊，天衣无缝的合作，所以道教的天妃经的制造是配合永乐皇帝的赐封，道经给予天妃一个宇宙力量的来源，所以他不是在莆田贤良港出生的一个渔家女叫林默娘的，不是，他是天上的福斗，北斗星旁边的福斗下凡，而且是太上老君让他下凡的，所以他给了他一个宇宙的力量的来源，就能够配合上呼应了道教的宇宙观了，等于是透过这个道教的这个宇宙观给了妈祖一个
合法的正式在道教的位置，不然它只是很可能沦为地方淫祠啊，好，很可能沦为地方淫祠。朝廷需要你的时候，你是正式的庙；朝廷不需要你的时候，我们看历朝历代很多的神明、很多的庙宇都会被打掉的哈。所以道经呢，很重要的给了天妃一个宇宙的力量来源，让他进入道教的神谱，肯定了朝廷对妈祖的赐封，所以朝廷也需要来自宗教的加持，就好像天主教跟罗马帝国一样，天主教的教皇加持过的这个罗马皇帝，那才是合法。所以这个政跟教之间，他们互相的配合，是更好的治理。其实我是赞成的，哦，我是赞成的，政跟教的配合，更好的治理。所以肯定来自道教，来自道经，肯定了朝廷对妈祖的赐封，啊，所以在永乐皇帝7年到10年之间呢，关键的这个南京天妃宫的成立，需要进行的这个道教仪式跟这个唱念的道经，哈，我们从这部经典可以看到，那目的背后的目的，背后有的这个比较实质的社会的政治的目的，当然就是郑和下西洋，哈。其实我们知道郑和是云南的回教徒，这是伊斯兰教徒，啊，可是呢他也有一个佛教皈依的名字叫我也没带来，啊，然后呢他也拜妈祖，所以郑和 他就是高超高妙，他借助国家力量，啊，然后因为他的水手，我们知道郑和的那个宝剑啊，是几乎现在的这个超级大，就是7层楼高。一艘那个郑和自己，他是主舰嘛，旁边还有这个副舰，他一次出去是一个船队。他这一艘主舰上面有1万个水手，7000到10000，他因为7次不同时间哈，那下面的这个小的至少也有好几千。他这些水手都来自于福建啊，或者是从金陵往下这个浙江南部沿海到福建这边的水手，那时候已经到明朝，海边的人大批的都是信仰妈祖的，啊，所以根据学者的研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都是看这个郑和他信奉妈祖信仰不是没道理的，啊，好，所以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政治跟宗教面的搭配，双方的天衣无缝的这个治理，哦，一个是从宗教面来的阴面，阴面就是看不到的意思啦，哦，阳面是说经过法律、经过军事、经过政治强加的，哦，让每个老百姓都感受得到、看得到啊，所以我称它为阴面，阳面，哦，所以一阴一阳的治理，我们看左边是阳面的政治面的，右边是阴面的，就是宗教面的。好，左边你看到这个永乐皇帝1409年，他赐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龄招应、弘仁普济天妃。那么相对应的，1409到1412造出来的这部收在正统道藏里的这部《太上老君说天下的故事》，也一样，也用同样的一个名称给妈祖。护国庇民、妙龄招应、弘仁普济天妃，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哦，皇帝要先封，道经接着封。第二点，朝廷在金陵天妃宫举行这个祭祀仪式，哦，那在道经这边呢，把天妃就纳入道教的神谱。另外1417呢，钦差内官，哦，这个名字，王贵通啊、朋友啊，哦，等等，在梅州也就开有设这个开阳的清教，就是跟出使南阳有关的哈。好，那现在我们即使到我去过海南岛调查，最特别的就是海南岛的这个天妃殿里面的这个神位啊，妈祖的神位，
给的封号不是什么天后，不是元君，写的就是这个护国帝名妙龄超有红人普济天妃。我说海南岛的天妃庙好像是活化石一样，它整个时间就冻结在明朝，所以帝国的这个浮云广大，天这个地理位置很大，北京管不了海南岛啊，海南岛的时间还留在明朝。你去那边看他们，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变，这几年因为跟台湾的交流很多以后，可能会受到台湾影响，把他们的时间从明朝就拉到2020年，不然的话没有打掉。我们去当然看到很多天妃庙正在被打掉，或者是被改建，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改为那个仓库，可是能够看到的他的这个神位神像前面的那个牌位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啊，就是对我们这种考古学家来说简直是看到至宝一样。好，那我们再看看道藏的天妃经哈，跟民间有他被民间接不接受，也就是说这部道藏的天妃经啊，在民间有没有广传，或者他跟民间的版本，我们刚刚说那个天妃显圣录的这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哈，只有几点有关系啦，1、2、3、4、5点，就是妈祖的生日是960，去世是987，这个我就不用宋朝什么太祖雍熙元年那个很难记，用西元的年号。好，3月23是他的这个出生日，那么他孝感动天，这个都是道藏的这部天妃经所写的，那收服了这个千里眼天妃在白日升天，这个跟民间有共通的啊。可是跟民间版本或者是现在当代妈祖庙每个信徒朗朗上口的这种跟妈祖相关的传记啦生平啊不通的呢，是道藏经典里面说太上老君让这个通贤圣母下凡，这一点就没有被民间所流传下来。好，太上老君毕竟是太高位的神明了，民间管不了，天高皇帝远。另外说北斗下凡这件事也没被接受，可是很奇怪，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一年12个月里面是不是有送北斗经，所以这是不是个遗迹我还不确定。另外说福斗，说就是说妈祖他是福斗，是这个北斗旁边的一个福斗，他的名字叫通贤圣女，妙行玉女。那另外他讲出生的时间是跟民间传说有一点点差异，所以这部经典在民间不是那么流传，不过别急着下结论，等一下还有。好，我们却是在民间的造经传统里面看到这部经典发挥的作用，就是正统道藏所收录的这本太上老君说天妃这本东西，这部经典所发挥的作用，从它被造出来1409到1412之间到现在，透过这个伏击的方式也好，透过三教融合的方式也好，甚至透过那个妈祖庙的僧侣也好啊，所以僧侣也在做这件事，他也在做这个三教融合的事情，他的很多的词汇他的观念都会展现出来哈，从内部到经加以延续延伸不断，有记录印行的30几部圣母经，都我们会看到，怎么说呢，模仿抄袭，这个现在学术界都不允许的，模仿啊抄袭啊挪用啊，这个似是而非啊藕断丝连啊，种种的这些关系。好，我们举这部台北大天后宫，台北天后宫是在成都路那家收的哈，你看它的内文，
炉香站，这个一般是佛教的。这个时间点，这没有一个时间。啊，好，我赶快结束。好，六分钟结束。炉香站一般是佛教的，好、哦，可是你再看看他，才翻隔壁页哦，静心神咒已经是道教的，好、哦，再来看他的这个每个字啊、哦，丹珠口神等等，急急如律令。灵宝天尊，再来元亨利贞，这都是道教的啦、哦、然后接着开始就是三字，这个是这一本是三字的易诵带啊等等。你看他把这个孔子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关羽，女圣人就是林默娘，这个又是儒家的这个传统的、哦、好，再看看这个丹熟食纯阳体，说林默娘单手的时候纯阳体在九岁。好，再看看圣母经勤读之呢，宋岳飞文天祥，怎么会跑出宋岳飞文天祥呢？啊，看看这部经典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儒释道三教。再来拜北斗啊，所以北斗出现了。那然后净土寺大禅师，好，最后呢，南无大圣母菩萨摩诃萨，我念弥陀无意难等等的，又回来佛教了。好，再来，这部是在香港收的哈，《天后元君救苦救难真经》，民国37年的，一样，他的焚香咒，再看看往后念的这些词汇，还有词汇背后的观念。他比较多这个香港那边都称天后元君的哈，比较多是这个，不过他也同样是用福田的福祖，不是采取这个太上老君的，好，后面出现老君的，好，老君赐令啊等等，好，所以这个印的时间是光绪22年开始印到现在，我们还可以收到哈，所以好，我就做个结论。在地方信仰来看呢，台湾的地方信仰，我们看到很多是妈祖信仰，所以我今天用妈祖信仰做个例子来看妈祖信仰，它的地方性很强，三教融合，地方的自主性很强，就是四身自主的，哦。然后道教呢，有它重要的地位，可是很隐晦。道教的在妈祖信仰的重要性很隐晦，协助他在阴阳宇宙论的建立，还有建教仪式的这个确认、哦、不管多久的庆城教也好，齐安教也好，三县里的也好，那么在仪式在经典我们都可以看到，可是在经营管理层面是比较弱，这个完全都是地方自主。好，那我就在这边结束。我们现在休息哦，那个下一场11:10准时开始哦。好，那个。